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紫苏，今天来做头发喽，快要过年了，然后给自己换个发型，现在开始上药水，估计这一做最少要4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了。第一次上药水，洗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好像还要弄一次哈，所以要这么久的时间。啊，发现掉了呀！十一秒，头发差点高的。哎呦，爬不来，不要了。吹干，再上药水，啊，不是拉哦哈。哎，听见了？来，拿，快跑！有点棒了。哪来我的头发？把它跑。拉直一下，感觉头发少了很多。200多啊？难怪。头皮都有点发烫了，像白毛女。现在是定型，可以嘞。马亮，马亮。外婆再来接我吃饭。这回好丰盛。我在想这配置的大餐。本来要弄那个刘海的，后面想了一下，还是没有弄了，因为。那个小姨的朋友说我这个额头的话不适合留那个刘海，所以就放弃了。怎么样？吃饭了吗？吃过了呀，啊，在姨娘那里吃的，刚好外公外婆上来了。怎么样？可以，感觉又回到了谈恋爱的时候。我回到了十几年前。对呀。真的吗？是，以前我确实是留这种长度的头发啊，跟现在差不多，后面给我打这一下，还可以，感觉头都轻了很多，感觉更清爽了吧？啊，之前的头发又长又多，不好打理，确实还可以。没有朗色哎，200块钱，本来想弄一个刘海的，然后人家刘海不好看。说我这个额头不适合留那个刘海，就适合留这种光光的额头，所以就没有留了。你以为还是小姑娘？老阿姨了，不是小姑娘了。